你俩看那个戏要这样子的啊，来走啊，赶海去、啊。不去不去，我俩看电视剧呢。不去啊，那我自己出海了啊。去吧去吧，哎，出海。姐，咱俩也出海呗？出海啊！哎，我好久也没出海了，快我换件衣服。我也换件衣服。叔带你俩去了吗？完事了，完事了，准备好了，出发吧。出个海，你俩这啥打扮呢？至于的吗？行了，快走吧。哪条船是啊？就这条吗？讨厌，我要出海了，我要吊打吴桐，大地球。哎呦我。咋样啊？还没到啊，姐，我难受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大洋深处的一座孤岛，在孤岛的旁边聚集着世界各地的钓鱼高手。我下来钓鱼了，钓鱼啊！钓鱼的兴奋冲散了小杰晕船的感觉。不是，人小杰钓鱼呢，你不去钓一会儿啊？不去了，难受。晕船了，吃点手撕牛肉就好了。告诉大家一个薅羊毛的机会，现在拼多多上一元抢冠云平遥牛肉，活动限量1000份，截止3月31日。活动链接我放在评论区了，快冲！看着钓友们一杆接一杆的上鱼，我准备把摄像机放在水下，查看一下这片海域到底有多少鱼。刚放入水下，我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，一大片鱼群形成了遮天盖日的景象。这些鱼群受到摄像机的惊吓，四散而逃后又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美轮美奂的景象，在水中翩翩起舞。我准备让摄像机继续下沉，再查看一下海底的鱼群，竟发现成百上千的乌头在摄像机周围游动。你看，这条鱼正在啃食着诱饵，怪不得钓友们一条接一条的上鱼，而且这一杆竟然是双管齐下。我太干练了。哎，上鱼了，上鱼了！啊，咋是个塑料袋啊？咋还没有鱼呢？我给你打打握吧，来。哎哎，上鱼了，上鱼了，上鱼了！快快快摇，快摇！啥呀这是，我可不看你钓鱼了，一会儿塑料袋一会儿水草的，我看别人去。看着钓友们持续连杆，我也是心痒痒，准备亲自尝试一下。哎，上鱼了。不一会儿我这边又有了动静，这就是钓鱼人的乐趣，享受着力量的冲击。钓这么多啊姐夫？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回去做饭。由于怕影响钓友们垂钓，我们选择了一处无人的鱼排进行就餐，将鱼简单的处理一下。这个乌头啊，我们就给它烤上。小鱼我们就选择煮汤。来吧，都熟了，该吃吧。这可是原汁原味呀、啊！哎呦我，真鲜灵啊！嗯，真香，真好吃啊！嗯，这鱼真好吃，林哥，两条鱼也不够咱吃啊！净钓那海草还不够吃，拿海草吃去。快吃吧，还不够吃，没有我和你明哥一条鱼你都吃不上，挑三拣四的，来，啊，舒服。在这碧海蓝天下吃着自己亲手钓的鱼，请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人过着你想要的生活。